老舅马上要大招了，别追了。完了完了！哎，我想吃那个果实啊！哎，我操！这出来个剑魔！可爱，对，球都不想打他。但是英雄倒是还可以。有段时间不是中拿奥加特火了一段时间嘛，那时候自己玩的也还可以。他们哎，出去了，跑了。哎，哇，这我操，根本真歪呀。莉莉啊，在哪儿？找你去了。你在上面。再往后走。哎，那样推的话。怎么杀了？哎呦，怎么让我吃线啊？哥，如果打得烂就算了，打得还这么好，还不给吃烂。哎，大招，哥们儿。啊，哎，我操！
哇，被 A 到了，哎，完了，兄弟们，来的比我快，那么两分了，那怎么死？ 过来，巧，就这，就是这样的，小爽。 小可惜呀！我怎么又这种补刀啊？哎，给我来！我敲！哎，完了。 哇，那我按错了。哎，啊！ 莉莉啊！哦，为什么有些还没质量？很没意思啊，不觉得吗？这啥局啊？就每把都是，是我太猛了还是什么？不应该啊！ 搞不搞笑嘛？就明显想死嘛！哎，哥们儿，老子马上要大招了，别追了！完了完了！哎，我想吃那个果实啊！ 我操！这出来个剑魔，哈哈！你们挂机啊？这样我还不……拜拜。哎，我的电芯呢？
阿古丽太牛逼了。我以为电锯回爆出来了，好像他的玩法我知道了，不死就不回去，他回去的方法只有被杀。哎，哥们儿，哇！咋不打职业呢？这说不定是打职业的，有点小猛。灵感十二，我真没见过这战局，兄弟们。拜拜。队友说一下，他有中压。没人说呢，我没配合。我老是没血，你这，我去。把这果实全吃了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我啊？打，冲！哎，搏一个。我的眼里只有莉莉啊。嗯，我眼里只有技能。OK。哎，哥们儿，哇，巧了，气上来了，哇，他又 W 戳过来我脸上，把我定住了。小菜啊哈啊啊，对 A 一下就死了，但我想耍帅一点。哎，有点困呐，这游戏玩的。